2017年7月21日，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与德国莱茵 TUV 集团在上海签署 ProSOLUTIONS 职业化运营合作协议，标志着 TUV 莱茵在世界足球商业化运作领域的成功经验落地中国，将正式助跑中国足球俱乐部未来发展。上港俱乐部总经理隋国阳。TUV 莱茵大中华区管理体系服务副总裁方卫民。SLC 管理公司执行总裁 Alphonse 马蒂尔出席签约仪式，仪式结束后互赠了球衣，并接受了各大媒体的采访。协议签署后， TUV 莱茵将协同德国 SLC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，共同为上港俱乐部提供专业的足球俱乐部职业化运营管理服务。